咁啊，琴日戇撚鳩鳩咧，屋企睇 YouTube 啦，就睇見一段咧，我諗都十幾年前噶啦，我唔知 exactly 邊年，我都冇睇噶啦，已經十幾年前都就係、是、阿、啊、秋官啊，喺呢一個啊香港電台啊嘅十大金曲頒獎禮入邊攞呢一個啊金針獎啊，咁啊因為我睇見台下邊，譬如李克勤啊、劉德華啊、陳奕迅，佢哋嗰時都後生啊，所以起碼都十幾年前，起碼嗯。咁我就唔知道阿秋官咧攞過金針獎，咁當然佢絕對即係有資格啦。即係我哋咧就比較深入民心咧，就都係覺得佢一個藝人啊，即係小生啦，即係 TVB 係嘛，特別係古裝扮相好好啦咁。咁但係就忽略咗佢咧，其實咧特別係喺即係十大中文金曲或者香港，即係嗰、那個踏入八十年代之前，即係嗰、那個。起飛啊！香港經濟同埋即係啊娛樂事業起飛嘅頭一陣入邊咧，喂阿秋官真係攰疾人口啊！你而家就覺得有啲老土啦，但係嗰陣時嗰啲咩，譬如啊陸小鳳啊咁嗰啲啊，《倚天屠龍記》啊，喂嗰啲係十大金曲嚟㗎，真係入到啊！因為嗰陣時電視劇主題曲係一個主流嚟㗎，啊即係你就唔同後來即係慢慢就演變啦。喂嗰陣時真係電視撈飯嘅時代啊！咁啊！嗰日我睇見咧，大家上網睇啦。阿秋官咧喺嗰陣時嗱，據講我睇下面啲留言話咧，嗰陣時嘅秋官咧都六十歲噶啦，即係如果六十歲咩十幾年前咯，佢而家都七啊四五六噶啦，我諗。咁但係啲演出咧，喂，我真係覺得咧，即係當晚佢嘅演出，我琴日先睇啫嘛，佢真係喂啲後輩真係有排追啊！嗱，你可以而家睇話，而家都唔興啊，話啲老土啊，話啲做手啊咩？喂，但係即係嗰代老官啊，我要咁形容咧，真係唔簡單。而且我認為大家對鄭少秋嗰個音樂造詣啊，或者貢獻咧，係睇低咗嘅。其實我幾中意聽鄭少秋啲，即係個好獨特嗰個腔口啊嗱。咁啊，頭先啲曬楚留香啦，話嗰陣時啊，楚留香套戲我冇乜印象，因為唔係咁好睇嘅，我覺得。但係就好 hit 嘅喎。打即係打仗嗰陣時，話無論端端亞視又拍喎，就阿潘志文做咩稻穗留香啊，叫做之類啦，開個名有少少唔同啦。咁啊，跟住無論端端阿鄭少秋嗰度香港就當然都 OK 啦，即係全台總動員，最主要就紅到去台灣，咁令到阿秋官啊，或者一眾演員好似咩關聰啊，做無花和尚，夏雨啊做啊咩機兵雁啊。跟住就話胡鐵花就係阿吳孟達啊，一眾呢啲咁嘅演員喺台灣哇紅到不得了，即係揾即係上下口都係咁揾食啊！啊，咁啊秋官就唔知係咪嗰陣時就因此而識得埋阿宮貞華啦、官貞華啦，就唔知啦。好啦，我哋講兩單新聞先去賣廣告，冚家產啊！呢啲咁嘅新聞真係咧，即係台灣呢，即係我有少少係好唔明台灣啊！我唔係話台灣。特別多呢啲嘢喎，咁呢啲咁嘅程式案件就全曬嗰度有，但嗰種判決真係令人哋真係好奇怪。好啦，台灣有個男人同一個單親媽媽交往，佢就話因為屌你老母去餵唔飽我啊，竟然向呢個單親媽媽四名就讀中學仲未成年嘅女伸出狼爪。威逼佢哋用含冰淇淋，即係含雪糕嘅方式口交。好啦，我就係咁喺度諗雪糕。我哋唔好用雪糕桶嚟講，一杯雪糕。咁你點樣含雪糕口交咧？嗱，你不一羹啖雪糕，其實基本上都唔係點含噶啦，我就食噶啦，係嘛？好啦。就唯一就係咧，即係周秀娜表演過啦，嗰啲桶嘅雪糕軟又好硬又好啦，但係軟或者硬嘅雪糕，即係有個 con 嗰啲啊，你好少真係，除非小電影嘅啫，會喺度含佢嗰啲就含啊嘛，會溶啊嘛，你係會奶，係奶 ，OK。咁如果咁樣我理解咧，佢即係話逼嗰幾個。女即係逼個女朋友，逼幾個未成年嘅女仔咧，去奶鳩佢條賓州。OK， 好啦，
性侵總數達到362次，362次啊！直到啲女頂唔撚順，將呢個男子嘅受行話俾老師聽，老師聽，啊！事件終於曝光。喺東窗事發之後，喂，呢、這個馬佬仲 set 仲我諗係 line 啦，你希望 line 嘅，俾啲嗰幾個女仔，佢話：屌你老母，你以為我會驚？屌你，你哋玩嘢啊嘛！我就同你玩底，玩大佢，即係咁樣喎、啊。OK， 去恐嚇受害人，佢最終被捕受審。OK， 好啦，綜合媒體報導，呢、這個男人咧喺2022年，即係兩年前咧嘅4月，啱啱兩年前認識有四個女嘅單親媽媽阿 A 女。嗱，其實你有四個女咧，我都講好多次啦。屌你真係唔會諗下自己啲女先嘅咩？好啦，確定關係之後，迅速同居。但是这个男人就说性欲表你未能满足啊，于是乎他悉心大起，竟然将狼爪伸向 A 女四名就读中学的未成年女儿。你想想读中学，小的方温十二三岁，大个屌你中六七，哇屌你十八九岁，哇当我全部未成年的十六七岁，屌你老母，是那你做老母你都不会真的关注。好了，屌你老尾！跟住咧，據報道，嗱，佢2022年四月認識呢個單親母親喎，迅速就確定關係，就迅速同居喎。喺一個月後，5月31日，你諗下，四月認識個老母，跟住就同居，5月30日已經同居一段日子咯喎。咁你話呢個佢老母幾撚有問題？喂，佢咧？就跟啲女講：屌你老母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有你，我有你哋個老母啊！啲閪行嘅證據啊，用呢個咩咩閪行我唔知啊，為藉口就威逼嗰幾個女咧，用含雪糕嘅方式去同佢口交，佢跟住仲指插，甚至乎硬上真係強姦啊！嚇，性侵多達362次，而且每一次仲拍低埋嗰幾個女嘅不雅照片，大女幾乎每一日都要俾佢屌，二女同埋三女咧就一個禮拜兩次，最細嗰四女咧就總共受害過三次。哇！咁佢都好撚勁喎，呢個馬佬，大女一個每一日都要搞七次，兩二女三女一個禮拜兩次。四次加七次，即係11次。咁都要餵下 A 母 A 女㗎，佢老母㗎。哇！一個禮拜做10幾次喎，佢都真係好撚強橫喎，猛丁哥嚟喎，性愛猛丁哥嚟喎呢個。好啦，直到2023年6月，哇，差唔多成年啦，一年啦，個大女咧就識咗男朋友，於是乎呢個馬佬，屌你老母臭閪，你再扣仔，佢竟然用鉸剪啊襲擊個大女。刉傷佢個頭、臉同埋腳部，個二女見到咁樣，實在忍無可忍啊！隔日第二日就同老師講：屌你老母閪，話遭到性侵，然後將件事件透露，揭發呢個男子嘅受行。個男子知道幾個女報警之後咧，就拉佢哋啦！啊，屌你老母，你哋唔記得你媽咪啲把柄喺我度咩？啊，你以為我會驚啊？啊，屌你老母，我同你玩大啲啊！哇，又係屌你老母，呢、這個又係嗰個咩啊？屌你！你以為我會拍嗰個咩咩咩漢啊？咩西七二一嗰個？嗰叫咩名啊？老細佬啊，唔撚記得咗個名添喎！李漢林啊，定乜鬼嘢？咩啊？咩強啊？光頭佬係啊，甩屎噏到後邊啊！李漢文啊，係啊。好啦，台中地院審理嘅時候，佢承認罪行。OK， 但係對於個大女話佢開示洗澡開示信。我諗即係咧，可能個大女沖涼嘅時候咧，即係開住個短片啦。呢一件嘢啊，佢話咧，我哋都冇一齊住，個女可以拒絕噶嘛，我冇逼佢噶，我係有做啊，不過唔係違反意願啦咁講。咁但係警方調查之後，加上四個女分開嘅口供，就唔信個男人嘅講法。OK， 好啦，鑑於案情嚴重。檢方就要求判男子監獄30年，啊，咁我都合理咯，係咪會重咗？咁啊，大家去諗啦。咁喂，大
但係個法官係，我覺得法官個最大問題，佢話鑑於啊男子坦承家境貧寒，有兩名未成年嘅子女需要扶養，啊咁啊，而家咧就判佢15年啦，因為有兩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啊嘛。嗱，我覺得咧呢、這個法官真係好有問題。你話喂監禁30年係有啲過重，你判罰15年，我冇乜意見嘅，因為其實真係係咪過重，真係有咩啊？但你都話佢因為要撫養，喂，但係佢個個都有人要撫養嘅喎，而且監禁15年，呢15年佢都撫養唔到佢未成年少女仔女啦，係嘛？我當你仔女而家6、7歲咧，15年後都成年咗啦，佢屌你使乜講我啲乜撚嘢？又話因為有細路仔要俾佢照顧，你個法官真係好撚揩咯。喂，同埋呢啲咁撚嚴重嘅嘢，老實講，你問我啊？喂，屌你老母閪！我要減我都唔係減到15年啊！喂，真係起碼20年都冇得走雞嘅。邊個都走雞啊？呢啲喂，個個都有仔女噶啦，個個父母要照顧啦，犯人係嘛？呢個藉口嚟嘅咩？喂，你起碼有表達悔意先啦，冇啊？好啦，所以台灣真係好奇怪啊！呢啲嘢真係唔住得人。係啊，哇！這個、呢一個咧仲很奇怪，美國一個孕婦。大肚婆啊，有個大肚婆。去年被58歲的男子卡特綁架，遭對方性侵，拍下性侵過程，喂，仲唔止啊？如果就咁樣已經係撲街啦，綁架大肚婆唔止啊。好啦，綜合外媒報導，這個美國在休士頓住的孕婦。在2023年8月，被卡特，卡特是一個58歲的男子，在一個加油站裏面帶到回家，禁固他一整晚，期間卡特就強姦他。孕婦表示當時卡特用槍指著頭威脅說，屌你老母，你不撚照做我就懟撚冧你啊！你其實呢，老實說在咁多種性幻想入邊，我好少性幻想，可能後生嘅時候有啦，而家冇啦，幾廿歲乜都見過就，我真係冇乜幻想強姦人嘅喎。嗱，女啊多數會幻想俾人強姦嘅，我真係冇幻想俾人強姦人嘅喎。咁強姦人有咩快感咧？其實佢反抗啊嘛。喂，我哋男人咧講快感咧，真係講最至情之至高無敵嘅性愛啊，其實就係做愛啊，真係有中有感情嘅。即係靈慾一致嘅，如果唔係就禽獸行為，即係等於啲街道屌啲狗見到啲狗狗乸聞下個閪，跟住屌屌屌屌，咪禽獸行為咯。所以點解有啲麻甩佬咧出嚟玩？當然啦，最簡單個行個街邊，黐老實啊，但嗰啲叫禽獸行為。咁但係咧。愛嚟有嘅先後生仔、年青人或者啲基層大眾解決咧，或者冇時間啊嘛，係明白嘅。一般嚟講咧，馬佬咧點解中意去一啲啊卡拉 OK、夜總會、會所，或者甚至乎沖涼揼骨啊？沖涼揼骨都算，沖涼揼骨都算。點解咧？因為沖涼嘅時候，譬如嗰啲金魚缸，我唔知啊，我睇嗰啲戲啦。你揀曬女，或者有陣時行 catwalk 嘅喎出嚟，即係喺個休息室啊。屌你老母閪，一紮女出去行 catwalk 咁撚過癮嘅喎！啊！撲下副眼鏡，202202202，好啦，入到去嚇，佢揸住袋嘢，老闆，老闆你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叫小林，你啲林一點有冇熟啊？講埋啲閪話啊！你老家在哪裡啊？啊，湖南啊，開始啦，好啦，佢同你啊，你裝啊，脱衣服啦，裝過去，好啦，你趴喺度。跟住同你驅油，即按摩，係會傾偈噶嘛？你始終都會傾兩句噶嘛？你在哪裡來的？啊，香港。啊，你看我看不出來啊，看不出來嗎？你覺得我是大陸人？我不是啊，我覺得啊，香港人都很粗魯的，你很斯文啊，講埋你閪話咁樣。不油啊，香港人咁傾偈，你培養感情都有嘅。咁嗰個咧，於是乎喺做嘢嘅時候咧，就冇咁點講啊，冇咁禽獸啊。再高啲啊，直情係夜總會啦嚇！有陣時有啲麻甩佬醉啦，戇鳩啦，仲要喺度
揸住杯酒，兩尾閪，唉！你話聲緊啊？你賺多少錢啊？哎呀，我又沒有用啊，我打工的，賺不了多少錢啊。嗯，你一萬多也有嘛？哎呀，不止，那也不止，我有都有兩三萬啦、啊，啊，哇，那麼多錢啊！啊，没有啊，香港的东西很穷啊，啊，啊，你看我好啊，但是我自己也不够用啊，不够花、啊，那你在海来这种地方没办法啦、啊。我的女朋友啊，刚刚今日吐心事了喎、啊，啊，原来你又再讲多句，为什么你这么漂亮啊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你这马佬嚟啦，会到来这里打工啊？没有啊，咁啊又故事又系嗰啲啦。我是这个前清大学的啊，音乐系嘅什么的女生啊，但是没有啊，很难找工作啊，你知啦，啲人咁样吓、啊，还有我爸爸妈妈年纪大啦，又很啊，他们有病啦、啊，我啲弟弟啊，又有小二麻痹症啊，我啲妹妹啊，屌你老母又咁样，喂，讲紧到屌你老母系人海孤雄咁样喎、啊，吓、啊，咁于是乎你两个好似望下。跟住飲杯酒，啊你又不要啦，喝那麼多啦，對身體不好的，係咪有啲真情假意啊？屌你就係啲，即係咩啫嘛？好啦，所以你話咧，即係點解都要培育啲真情假意咧？就係、喺做嘢嘅時候，嚇、啊、有陣時都開心啲。啊，有陣時有啲馬佬啊，我聽佢哋講啊，我覺得就好奇怪咯。佢哋甚至乎會服務只雞嘅喎。點樣服務只雞咧？即係雞服務佢之餘啦，佢會服務翻佢，譬如。啊！唔好講打茄輪啦，錫佢頸項嗰啲不分子啦、胸嗰啲，甚至乎啊，屌你品肉啊！所謂品肉，嗱呢個係咩動作咧？係竇起個大髀嚟品肉。我做費事做到咁咩啦？點解咧？去取悦嗰條女。嗯。點解啊？去取悦嗰條女，希望嗰條女咧，即係同佢品燒，係咪好撚文雅啊？同佢吹簫啊，點樣嘅時候咧，投入啲。點解啊？始終講嚟講咁多嘢，就係、是、希望玩得開先，係嘛？玩得開先係嘛？咁你強姦有咩開心？屌你去發圍噶嘛，或者又喊喎。好啦，你終於霸王硬上弓，屌你老母！跟住啊，屌你老玩窮啊！跟住見到佢，屌你老母咁撚樣喺度喊喎，你自己冇癮噶。啊，除真係變態啦，咁當然係變態啦。喊乜撚嘢啊？而家我搞得你唔撚開心咩？屌你老母！啊，你喊啊！啊，屌你咁你何家驅咁撚樣？咁呢啲係變態。咁呢個仲係大肚婆添，未夠。佢強姦完揾張指住個大肚婆頭，呢啲真係好撚神奇，就話屌你老母，你唔撚同我做，我打撚爆你個頭啊！咁當然大肚婆梗係喊啦，好你老母，屌你爸，掌掛佢，未夠，大肚婆繼續話：阿卡特搞完佢之後，屌你老母就放佢只狗出嚟啦！當然真係，come on，當然，屌你老母閪，唔知我佢冇話係咩狗，唔知係諾威亞定係乜撚嘢？屌你老母！逼佢同只狗口交，哇！即系同只狗含卵啊，咁样样喎。好啦，然后佢又拍低啲过程，喂，直到第二日朝头早，阿大肚婆后勾阿卡特咧，即系可能仲眼瞓咧，就成功逃离咗。卡特事后涉及性侵同埋受交罪多项控罪被捕。喂，嗱，老實講喎，咁啊咁講喎，我覺得卡特呢個人梗係變態啦，但係佢對只狗真係好好喎，係咯，係嘛？佢而家佢係叫個大老婆同佢狗含卵喎，啊，咁啊，警方揾到受害人同埋只狗進行性行為嘅影片同埋照片，嗱，呢個識住進行性行為，我唔知係真係同只狗搏嘢定口交啊，淨係檢察官話：哇，簡直係 horrible， 好似啲 horror 即係嗰啲恐怖片嘅情節咁樣。咁卡特就仲講話係個孕婦自己自愿啊！好啦，法庭文件展示出警方係阿卡特喺1981年，即係講緊43年前，即係講緊佢15歲嘅時候，已經被判嚴重性虐待兒童罪。1997年咧就被判嚴重性侵犯罪。1998年咧就被終身登記為性犯罪者。嗱，我又唔知，如果一個人犯完罪，找埋條數坐埋監，但係真係咧，譬如個心理學家各樣嘢覺得佢哇好危險，將佢登記為呢個終身嘅性侵犯者，
犯罪者有咩用啊？點解咧？嗱，佢仍然周街走嘅喎，你唯一嘅用就係有案底咯，或者有一啲職業佢做唔到，即係譬如佢教唔到書啦，即係接觸唔到嗰啲咁樣啦，係嘛？但係仲可以周街走嘅。如果你哋經過個心理嗰啲判斷係咁樣，就係所以話呢個世界上嘅制度真係好難嘅。但你話佢找完條數啦，性侵啲兒童啊，話點樣？係咪要韞佢一世或者打靶咧？咁又會唔會過分咗咧？尤其是我哋普通法國家，嗱呢啲係好惆悵啊！呢啲事情，但係資源亦都冇咁多人去加 monitor 佢啊。而家就話可以叫戴腳環啦，但係啲左家就話喂咁屌你都冇用咁啊咁樣喎。黐線咗。好啦，卡特咧 ，OK 可以就法官話你可以用$350,000去保釋，咁就係唔俾佢保釋。不過後來當局咧就話喂唔得。直情唔可以俾佢保釋，咁而家就還押候審啦，唔可以保釋就啱啦。不過$350,000咧，我諗佢都保釋唔到噶啦。屌你老母，你自己強加不特止仲，屌你，但係佢對只狗啊 OK 喎，屌你好似狗嚟喎，咁撚崩周喎嚇。嗱、你記住啊，各位網友，受害者係大肚婆啊。好，我哋去廣告先。好啦，嗱各位，咁我就奉阿十三妹、十五妹之命啊，同大家講下嗱，聽日咧我哋除咗嗱。海膽啊，全部訂曬啦！咁我哋咧捉龍卷、全鯛魚嘅，咁聽日早啲啦，應該有幾十盒嘅，$198。OK， 咁大家唔知會唔會開 party 啦？咁其實有幾日食㗎，如果食唔曬，咪擺冰格咯。啊，解凍之後，其實個味道就唔係變好多，係我咁挑，我先話做，即係咁樣，我哋有個限期嘅。OK， 好再去。好啦，八爪魚啦嚇，咁我哋 operator 先問我啦。咁八爪魚，我哋呢只係石爪嚟嘅，我哋下一張相睇下。唔好睇佢咁500g喎，切出嚟就係咁多啦。嗱，一定係要咁樣切嘅，記住唔好用鉸剪剪粒粒啊。即係我老婆成日話差唔多，梗係爭好遠啦。你有冇咁嘅擺，即係擺盤嘅技術就另外一回事。但係咧，哇咁樣真係好多噶。其實你10個8個人咧都冇人食好多片㗎，可以咁啊，非常抵食，係會逆轉咗你對八爪魚刺身嗱，佢其實係熟嘅嚇，記住嗰、那個睇法嘅。OK， 好下一張388。好耐冇影呢個啦，呢個就係我哋嘅花膠雞，即係我哋嘅金鳳凰啊，有花膠啦，我哋花膠桶嚟嘅，有10隻嘅乾包啦，嗱大連嘅乾包啫，即係大連吉品嚟嘅啫，我哋好老實嘅，同埋有半隻金鳳凰，最緊要啖湯，咁498咁多年以嚟從來冇加過價，咁提下大家，我哋仍然有賣緊嘅，下一張，又或者我哋嘅呢一個鳳尾翅啦，1斤2兩翅有一足 ，OK。咁就其實我仲有啲更加好味嘅嘢，我都未推出啊，因為個市道唔係好就啦，係嘛？咁大家就真係如果中意食翅嘅朋友可以試下呢個啦，一種食材兩種感受，既似花膠，但係其實係翅嚟嘅喎。咁當然啦，食翅最緊要就個湯底啊。咁如果有 party 啊，或者即係我真係好介，即係中意食翅嘅朋友咧，有啲人唔食翅啊，醃雞咪唔食翅咯。所以我同出去食飯坐隔離咧，我食多碗咯。OK， 咁699，好再去。好啦，呢一個就唔使特別訂啦。如果你驚真係聽日上到嚟冇咧，因為我得80斤喺度嘅啫，咁你咪訂咯。1斤268，買夠6斤就每樽238。嗱，基本上咧食過嘅朋友就知啦。打開入邊全部都係燕窩，而且我哋用嘅咧係印尼嘅燕盞同埋嗰啲大燕條，含煙量達到90%。咁基本上咧，我真係未得閒去細計嘅，即係我買人哋啲老篤家同埋流篤嗰啲咧，翻嚟睇佢嘅含煙量。我首先唔好講佢哋究竟係咪我咁靚嘅燕窩。喂，佢呢樽嘢係1000蚊都買唔到喎。如果喺度買，好似我咁樣，真係喎，堅拍拍喎。咁聽日有機會嘅上開嚟嘅，買啱嚟試下咯。特別係送俾屋企媽咪啊、太太啊 ，OK 嘅，啊268蚊下一張。好啦，嗱呢一個咧66蚊嘅啫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就你呢度睇唔到有幾大罐嘅，就係我哋尋日喺度試嗰個鴨肉絲啊。咁其實我哋今朝就賣曬㗎啦，先所有貨。不過即刻我叫阿 Kitty， 喂拎嚟。咁佢拎咗10多盒落嚟，頂住雞頭，聽日會再送嚟嘅。咁啊，其實除咗鴨肉絲之外咧，又有個鴨烏屎啦，有個乾邑嘅鴨烏屎啦，咁就有嗰、那個豬肝個烏屎啦，都係好食噶。咁你可以搽麵包啊、搽餅乾、搽多士，或者就咁食啦，又或者撈落啲麵度，其實就一開就即食，好簡單啊！66蚊，OK，下一張。
嗱呢一個咧就118蚊，我非常推介。好似阿靜好似未食過喎，揾日我開翻盒，聽日我會開盒益下啲街，真係啲網友嘅。喂，真係好好食喎！呢一個啊，即係呢個黑毛豬白食食白醬果黑毛豬嘅骨邊肉啊，因為片到個骨嗰度咧片唔到啊嘛，嗰啲肉。咁、我哋做肉粒，哇，好啦，好食，我覺得非常好味嘅。啊，第一二粒你都唔覺。但凡真啲火腿嘅嘢嗒下嗒下咧，你就越嗒越好味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118蚊啊！我再去嗱，呢個就我哋個乳豬髀啦。嗱，真係好好食。佢咧除咗個皮脆以外咧，就算入邊咧嗱，我唔記得阿靜，我諗你以前有食過嘅。我哋唔好講過澳門啦，你記唔記得早十零年咧，咪有一間叫咩啊？小飛象定乜鬼嘢嘅咧？咩葡國燒豬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喺沙田中喺偉華中心都有間嘅。咁有陣時我哋都會食嗰啲咩葡式乳豬啊，我硬係覺得佢哋嗰啲做法咧，有陣時有啲酥味嘅只乳豬入邊啊，即係啲肉啊，哇！佢呢個冇喎，好腍喎，好好味喎嚇。咁當然個皮好脆啦。嗱，記住 ，OK， 其實你要有焗爐啦，或者有呢個氣炸鍋會方便啲。如果唔係煎炸得唔得係得嘅，但係你麻煩咯。最大嗰、那個技術就係、是、聽阿 Kitty 講啦，講我好多次啦。首先揾罐揾熱水浸你成個罐頭擺落去浸佢10分8分鐘啦，直至你拎起個罐頭熬嘅時候咧，感覺到啲液體嘅即係溶咗啊！因為點解咧？佢係用鴨油浸住呢個乳豬髀嘅 ，OK？ 咁你咧係要將啲鴨油溶咗，將啲鴨油倒出嚟，然後揾啲紙巾咧就抹一抹嗰、那個乳豬，跟住咧先去處理啦。咁啊，譬如講焗爐啦，好簡單嘅啫，即係唔使落味嘅嚇，俾焗爐啦，或者氣炸鍋啦，咁啊中意咪買啲薯仔啊，有啲嘢即係加 add on 啦，自己搞啦嗰啲，好好食呢樣嘢真係非常好食啊！279好食得好緊要，搞到我又想食啊！好再去龍蝦湯啊，咁啊唔特別講啦，應該識做嘅。咁你諗下啦，喂，如果你聽日翻去做煮西餐，屌龍蝦湯，譬如兩三個人、三四個人。整埋嗰個乳豬，自己炒碟意粉咧，食炒怪意粉唔使我啤你教你哋下啩？屌你話整個沙律，跟住整個沙律，喂屌你諗幾撚高級啊？呃曬啦，係嘛？又或者買多士翻嚟，跟住咧就買個呢個鴨肉絲醬，咁就真係梗係豬肝醬。開頭咧又食下咁搽啲醬下麵包啊，跟住又整個龍蝦湯啊，咁啊然後咧。咁就乳豬，跟住最後每人一碟啊！如果你話都唔想連意粉都唔想整嘅，喺我度買好簡單啦 ，risotto 咯，有賣噶啦，有賣噶啦，又係60幾蚊啦！哇！咁又有即係又有啲 appetizer 啦，即係嗰個餅個檔係啦。咁跟住就有個湯啦，咁啊，然後就有乳豬啦，個 main course 啦，跟住仲埋有意大利飯啦，咁飽咯喎！臨尾再整個貓山王甜品，全部可以喺我買曬噶啦，而且價錢好平啊，啊，咁啊呃到曬人噶啦，好食噶真係啊！嗱，呢個係128蚊啊，法國製造嘅藍龍蝦湯，好再去。好啦，咁啊當然要講下啦，話突然間咧，即係我都冇講好耐，擁從太有今日咧接連啲客係上嚟咁三盒三盒咁買喎，可能即係嗰個循環啊，即係差唔多啦，啲人買用到咁上下。擁從太我當然係非常推介啦。強烈嘅補腎產品，記住各位網友，呢一批貨我哋冇加糖衣嘅。你含落口度含一含，咬一咬，如果發個苦咧，唔好難為自己啦。倒水，OK， 直情倒水灌落去，就好似食藥丸咁，效果一樣嘅。OK， 咁當然你唔怕苦嘅，你可以慢慢咬啦。啊，咁但係咧，你哋話啦，即係下次見到我同我講咧，你中意有糖衣定冇糖衣啊？有糖衣咧就好似以前咁樣，你要即係慢慢含咯。慢慢吸收咯，啊！但係如果我覺得效果一樣咧，我覺得吸水飲水咪仲方便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係799蚊一盒，三盒2200蚊，好再去。木經眼藥水，我琴日講啦，有網友打埋嚟炸型，話之前買咗12支，咁啊結果我又未加價住，而且而家有得送，買12支送1支就好唔開心，咁我就係話對唔住，冇辦法。因為其實咧，琴日阿 Victor 未上嚟，我都唔知道佢會有個咁嘅 promotion， 即係話醒我。咁其實咧，即係我哋係即係每買一套有單咧，即係好均真，佢哋都幾控制個價錢嘅，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冧價嚇。
咁佢就會 sponsor 我，咁我都係真係實報實銷要嘅。咁所以咁，但係我只能咁講咯。任何 promotion 即係都會有開始嗰日噶嘛，你永遠都有㗎嚇。咁啊呢個網友咧，但係我都冇即係冇話佢嘅，因為我都覺得佢做到，即係我成日鼓勵嗰樣嘢咯。你打電話嚟嚇、就有一線希望，或者我大發善心，好啊，唔對唔住啊，整乜支俾你。咁當然呢個希望係冇啦，嚇我 turn down 咗佢啦。但你唔打嚟就絕對冇咯，咁都應該要去問一問啊，問就得㗎啦嚇。但係係失敗咗嘅佢，對唔住 ，OK。咁啊580蚊啊，仍然啊一加價嘅時候咧就係788㗎啦。咁啊買十二買六支就有9折㗎啦嚇。咁買12支都係9折，不過會送多一支俾你，就唔係我送嘅，係木經送俾你嘅。咁啊自己，我覺得大家自己都唔使一定要買咁多啊。咁你可以買一支試咗先，我成日都話試咗先好先買咯，幾嚿水喎、大佬。好在嗱，呢個就我哋琴日介紹嘅迪森通，即係呢個安宮牛黃液啦。OK， 嗱，亦都真係啊咁講啦。我有個朋友咧，我哋有個網友講開鬼故啊，阿武德威啊，今日就 WhatsApp 我哋問我可唔可以俾個即係友情價佢，佢要買，因為佢中咗風咁講。咁我咧因為都好貴翻嚟，我都俾個友情價佢，咁啲好特別嘅事啦。咁亦都希望喺度咧就話祝願啊武德威咧，即係早知蜜藥啦，係嘛？即係啊，小心啲啊！其實咧，我哋不斷都喺度試緊唔同嘅產品啊。不過首先一陣，我要做埋今日節目，我首先要嗱聲約個按摩師。我升上個禮拜日去按完摩咧，我第二日就覺得個頭冇咁痛，跟住第三日開始痛翻啲，第四日痛翻啲，但係咧都係好似冇以前咁痛。但你琴日就好似成日冇咗，今日好少。我唔知係咪佢慢慢通嗰啲，你知道慢慢唔係一剎那鬆噶嘛，所以我諗都要按多一次啊！我始終係唔夠運動啊。咁啊，其實咧身體真係好緊要噶。嗱呢一個咧，我呢個朋友咁巧啊，阿武德威，佢係中過風啊。我睇下，我亦都真係為咗佢咧，專登問過阿 Wicker 同埋佢哋公司嘅醫生，即係佢公司有住即係公司醫生啊，就話咧，其實如果咁嘅情況，都應該會幫到佢幾多嘅。咁但係佢啊，滴完呢個安宮牛黃液之後咧，嚇、咁有咩效果啦 ？OK， 好啦，休息一陣，翻嚟我哋講鬼故事。